But if you close your eyes. Hey, 大家频道，我是阮森，今天呢，又是我们回来我们的教学啦。教学什么？今天教大家一个新的 program， 叫 Order City。Order City， 直接开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如果你做一个 video， 然后你想它的那个它的 audio 什么，它的声音比较好听的话，大家就可以用这个 program 啦。首先呢，我们先来录一段示范给大家看。Hello， 没错，这个你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音频啦，我们的 Hertz。所以你讲完过后，你看这边停顿一下，我们之后就会采用到这边，不用加长。OK，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Hello， 没错，这个你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音频啦，你可以听到有点嘶嘶嘶的声了，就是这些。我们就去 effect， 然后去 noise reduction， 然后跟着这个 setting 12，然后 sensitivity 就调去6， frequency smoothing 是3，总之跟着这个调就没有错。然后按 get noise profile， 再你就 double click 过后，给它整个 highlight 完，再按多一次，然后按 repeat noise reduction。你就看到这些细条变成更少啊，可是你看这边还是上面还是有啊，你可以再 get 去 effect 去 noise reduction， 再 get noise profile 一次，它就去取你的 noise 的那个 dB 还有它的 sensitive 来帮你调整一样啊，重新做它，再看是没有了，这边是完全没有，所以就是那么的简单啦。你听上去的话 ，Hello， 没错，这个你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音频啦，就只有你的声音吧，然后那些空白的就很安静，就很像，就算你是我这个麦也不是很贵吧，也是普通那种麦吧，也没有讲到什么 Rode 麦啊，那些 New World 啊，就普通的 BM800 也可以做出这种效果。只要你会用这个 program 就可以了，而且这个 program 是免费使用了，所以不用怕，我会放 link 在 description 那边，你们可以去下载然后来使用。如果你问我你只是录 video 跟声音一起，然后你又不懂要怎样 convert 的话，我们下一个 video 就教你怎样 convert 你的video 去只有 audio 罢了。所以这集先到这边，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 就在下面 subscribe， 记得帮忙 share 出去，然后叫你的朋友来 subscribe 一下， thank you， 因为最近 subscribe 的人数真的有一点少，不过还是 view 最重要，好看最重要，就是这样，拜拜。